是我妈在路边做生意的时候捡了一只流浪狗，然后它在我们家的生活模式就是早上出去流浪，然后晚上的时候它就会回来准备睡觉，然后外面的好心人都会给它吃鸡腿，然后它就会这样咬着然后回来。别动啊！我刚才还放了，你要是说你听。